一起嗰陣啊，已經甜酒就係最快嘅紅包，又唔慢嘅。但係慢埋真係見到就華中寶啦。咁中間仲其他上咗嚟，見到係叢林之星啊，然之後跟住就郭威星。最後啲大個欄位置嗰只係長征拍住中間就係名人嘅。名人再後少少，跟住先至見到咧，其他太陽奇妙啊，然之後跟住香檳歲月啊、海豚動力啊嗰啲馬嘅。好啦，轉咗半個銀，聽翻前面方頭，長征放出嚟一個馬位之先，領先守住第二位就係甜酒嘅。上嚟第三啊，小蜜蜂，然之後香檳歲月外邊華中寶啊。咁啊，再後啲跟住確威星外邊仲有就係名人，然之後叢林之星入邊就係紅包。最後啲跟住太陽奇妙、海豚動力喺曬尾強區，距離頭馬有冇係八個馬位嘅？差唔多轉完彎二比入正直路啦，前方頭見到長征放出頭一個馬位之先，領先係咪上緊嚟騎緊嗰只甜酒？係咪等一位香檳歲月啊？後面張衝子見到就係小蜜蜂，然之後仲有華中寶啊！但係張衝子而家先見到就係叢林之星啊！中間揾個位仲有就紅包噶，前面嚟講越騎越有嗰只就係長征嘅大運人打咗上嚟，見到就係小蜜蜂外邊上嚟，仲有叢林之星，中間仲有確威星入邊先上嚟，仲有紅包嘅，依然領先仲係長征三旁兩步之後，確威星啊，嗰位外邊上嚟，仲有就係叢林之星啊，確威星鬥叢林之星，確威星第一，叢林之星地跑第三名，紅包跑第四名，香檳歲月。郭威星为件事就话迟啲唔骑啦，即刻赢翻场。郭威星第一，叢林之星第二，红包第三，香槟岁月跑第四。一出就赢啦、啊，肥肥地咁嘅呢个郭威星嘅马，虽然都试咗好多，做咗三个大闸。二号八二一五啊，二八廿九倍喎。巴鲁呢轮尾又好多灯着咗喎。突然间我而家睇翻开头好静啊，嗰个彩池二百反而冇灯着噶，啊真系伟件事，潘顿唔知点解试咗三个闸啊，帮啲人马一路互操住，依家讲翻件事跑啊，跑翻后啊咁样样。只不过我哋未话认真睇个四档，起步其实佢系轻咁坐低第二个身嘅只马。前面都多咗马抢啊，包括有只长征咧，哇都一路系咁走。是不是应该咁跑啊？我唔知道，我都谂住会摆前啲嘅。但系你变得多咗马走，你连华中宝嗰啲马都抢上前面走，你又估唔到啊嘛！如果变得早段，其实佢用多咗力噶。今日算跑得好迟先断嘅呢个长征，今日有用噶呢只马。今年嗰扎长石嘅新马，其实普遍其实个底啊打足咗噶啦。甜酒就系好有翻佢嗰个速度啊，但系真系。可能真系草地同泥地个表现会有啲唔同，冇咩威胁性喎呢场。系咯，嗱，郭威星伏住喺佢后边嗰度转出嚟嘅，好 easy 啊！呢只马今日，但系咧有啲两头摆嘅嗰只马仲系，你郭威星质素啊，个质素论进款嘅吓。大外档一路骑紧上嚟就系叢林之星啦，悭悭埋埋喺度捐啊，粉红衫就系呢个红包喺埋边嘅。嗱，佢而家先开始过长征就红包都长征都几襟咬嘅算系。